帮助众生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你有赚很多钱，那更好，可以帮助道场。你看，我们这。
书院，我们主体禅院，这么多的大佛塔，怎么来的？都是大家出钱出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，除了整个硬体、软体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在这白养道场，好不好？那把天人共伴的事情，后面举一点自己的经验哈，真的老天很帮忙。有一天呢，后学就到了一个礼法厅去，然后不是我要礼法哈，要去成全那个道亲，家访对他，结果那个吴杰啊，连六十几岁，讲话声音非常大声，然后就噜噜噜一直说，他说他的弟子怎样怎样，他有修道，可是呢，他觉得他做的不好，是我后学第一次去，听说哈。前辈有教，就是你去听他说的时候，要做一个听众，好的听众，不要跟他辩论，因为我也不了解他的地址到怎样。听，然后听到最后，我要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恩哈，就送他一张名片，就那张名片对他好用哈，送给他。名片呢是书主，其实哈，我觉得他应该书主哈，应该是大伙可以度比较多人。第一个，我告诉他说，我开一个书店，都是善书店啊，好人。然后再来呢，很感恩啊，后学的先生是教官，我先生是明道的主任教官啊，好人。所以后学度人比较容易啊，其实也这个因素也很大。我送给他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吴姐，有空大人家来走一走。”然后看我一眼，各位姐姐，你看我是像什么？不像美女啊。从小我的妈妈说我是世界上最丑的人，所以她绝对不是看后很漂亮，她看我一眼以后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如果到你家，那我就去。”我觉得吓一跳哈，不是美女，但是竟然有人这样喜欢我哈，就告诉问她啊，吴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家是拜观音菩萨啊？还是济公活佛，还是关公？他说我们家嘛，娘家拜的是观音菩萨，还有观世帝君。我说哎呀，我们太有缘了。听说后学嘛，不护法不是观世帝君。我说啊，应该是观世帝君结的缘哈，所以让他一看后学一眼就喜欢。各位姐姐对不对？绝对是仙佛帮忙啊，不然看我这个样子有喜欢吗？后来他就来求道啊，求道那天就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，然后求道当天，张胜安张给他是点大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点道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求道那个愿十条大愿念那么大声，哦，不够走心啊！所以后学知道是仙佛帮。啊，还有一次。”也是后学又到一个礼法厅，前到的礼法厅，然后就那还要送书去成全那个道亲，那道亲好在帮哪里求？就是刚好一个老伯伯就来了，然后他的媳妇就推着车由你来给他里头，然后那个太太就跟他说介绍，哎呀，他家有佛堂啊，有机会啊，跟他去那边拜拜。然后那个年轻的太太说，他也想陪我啊。本来你跟我进去，你跟我过来聊天哈。那讲完以后，我说有机会就带你来啦。那天是老远大远，我们佛堂就是老远大远，一定会办到。晚上七点呢，我问讲师、区长，今天晚上有没有人？我怕这些晚会我哈，而且就赶快啊，就找，赶快去那户人家。要进去之前，我提醒老师慈悲。如果这一家人跟你有缘，还是生命慈悲，不修行菩萨慈悲，你就拨姻缘，让他今天能够来求道。进去以后就看到他先生在看电视，他先生根本不认识我了，然后他也不理我，他想我在做什么？我就跟他说，他找你太太啊，早上在自由灵法厅啊，我遇到他，他在不在？在，我想如果没有等到他哦，晚上要办到就惨了。等传师是我请的，报事令通也记起来了哈。所以其实我们佛堂只
要拌拌到从来没有取消的。结果就在那里等，来等了三分钟，哎，他回来了耶！那个罗尼，然后就跟他讲，啊，等一下哦，也要求到拜托，然后欢迎你过来这样。啊，还好他的公公很好。那后来来变变凉凉一起啊。后来那天晚上呢，就带领他们来求道。对琴弦，你只要有心，渴求仙佛，一定会成功。老天爷说，你要渡人不成功，就在佛前跪上一天吧。一天不用跪哈，或许就这样，敷起来就来求道。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机会，是你有没有心，老天会帮忙。那或许讲这例子，一心让大家知道，天人共拜我殊胜。所以我们要把握，只要你想渡人，哈，万圣节万讲师有讲过，后一个消灵丹，你就给他们，那么行，那你走啊。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习哈。科学对渡人经验啊谈这个题目哈，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是听到林金雄林经讲的课，回去的时候我好感动，哎呀，林经你怎么这么会讲？后学先生说你讲久了会讲，这不是。他很用心，所以他其实是后学的启蒙老师哈。但是哈，其实哈，我们不是只有一位哈，其实你身边就很多善知识可以跟我们分享渡人的经验。只要你愿意学习，愿意去付出，没有什么难得到我，就怕我不想做。你坐在家里是不会渡到的，很少的。我曾经有啊，但是很少哈。然后我们把渡人哈，啊，祭司就是这个责任当成使命。这辈子不是只有来赚钱，也不是成家立业而已，因为我们吃的不多啊。你吃多吗？不讲师你一天吃多少？吃三餐花多少钱？300、200，你一个月赚多少？大家算一下，你一天吃200。你赚多少？剩下给谁？最好给上天嘛，你都不会不见得。好，而世人积己积人利己利，真的这个世界你看太多哈，要救推己及人，方可共登法船，正果归根。我们礼拜六去光会拜年，然后点完师说祝大家佳节快乐，他说但是不要忘记。苦难的众生，各位姐姐，我们能够今天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然后能够当成全组的组长，都是很觉醒的嘞，知道吗？有很多人都在苦难当中，除了他身体不健康，也许心理，也许家庭。那天我们拜解的时候，就走在路上，下车就上坡，就遇到我们一个讲师，然后就跟他说。哎呀，某某讲师哈，他现在在场哈，我没有征求他同意，不能说出来，可以说出来吗？他说：“我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你的脸书，夫妻好幸福啊。”哎呀，因为学道修道，不然早就分道扬镳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们家东西啊，我们这几个都一样，包括后学。如果今天没有学道修道，都分道扬镳。你相信吗？你呢？对啊，你讲师说没有哈，你呢？有没有感谢天恩师德？今天因为求道修道，所以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美满姐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感恩。我们常常看到节目有写，也许什么时候掉天回天的，因为你很诚心，多留几年。有啊，比如林远生的二姐就是这样哈，听过吧？特别清醒啊，感谢天恩师德。没有天恩师德，我们没办法这么幸福，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踏实。所以我们要回报，要让所有苦难的众生跟我们一样过着幸福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啊，有必有光哈。后学哈，也曾经年轻过，我曾经18岁，你相信吗？我曾经梦17，你相信吗？但是我在那个年。
人静的时候，我刚好就进到场，所以我知道所有一切都不是真的，我就立下了志愿，一定要学到修道班道。那在这一路上，真的是太感动了哈。然后我为什么要渡人？上求佛道，下度众生。渡人就是为了救拔众生出苦，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出苦。因为透过渡人可以培养慈悲心，是不是慈悲心才要渡他？我们在我们身边认识的人，你不开口渡他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或许我都会出开口跟他讲讲几句话。所以后雪刚进入没有几年的时候，后雪先生说：“我来吵起来宗教了哦，大家弄干了都黑。”他现在坐在后面哈，他说一语成真哈，真的娶了一个宗教老婆。然后我们可以培养耐心，不能是一天两天的吗？不是。也不是一次两次，后学发心渡人嘛，从70年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，所以有渡过5年、10年、20年，经常的就是跟他们保持联系，就有机会啊。你不要以为渡他一次就可以成功，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只要有耐心，还有要有智慧，还有勇气，还是公公。白雪圣君肯定不会，啊，不写什么，不散步啊，你必然高啊，要不要勇气？跨进去是要勇气的。好，归真贤在道场，你如果能够突破，你能够有勇气，在你身边发生的事，你就不用怕。哦，或许哈，在我身边发生的事很多，从来都不怕，因为我们怎样？靠山，老母是我们的靠山。老祖师、老师、诸天仙佛都是我们的靠山，不用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。所以，我们是会不会很幸福？幸福啊！平常要多积功德，你的幸福就随时跟在身边哈。好，我们要完成祖师的救世的宏愿，报答天师的还有生师度化的恩德哈，培养慈悲博爱啊，正德就近涅槃。如果我们没有发心，没有行动力，回得了天吗？没办法，天上无母功德水，这谁说的？这不是我说的哦。天上无母功德水，无功德水是回不了的。然后减少社会的乱象，帮助众生解救苦难的众生啊，在普渡责任等等要担当，这是一个使命。你若有使命呀，你正为。它就是你的生命，你会不会去维护它？如果你把它设一个圣业，跟一个副业，会不会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觉得后雪觉得修道办道跟渡人才是我们的主业哈，然后工作、家庭应该都是副业，是不是？但家也要顾好啊。我们也很认真在顾家，我们孩子从小不学都那个学校，只要有班亲会、户外教学、毕业旅行，我都跟到。老师说：“哦，进妈妈小年纪，但是这个当中可以顾到很多人，顾老师、顾同学、同学的妈妈、奶奶哈，你可以有很多好机会。那一边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，也可以帮老师照顾小孩。”那或许在那边一般跟爸爸好几年了，所以或许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带小孩子不会很困难，只要你愿意哈。好，我们都在做天下人啊。第一个是什么事？济世救人，济世救人哈。好，我们可以不渡人吗？就在还是摇头，不可以了，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有先天的愿力啊。愿不能了，怎么样？难把香还啦。嗯。八一零年的哈，你如意莲师是玉池仙女，她48岁就成佛。啊，这是古佛帮他批选，或许节录一点，请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
险，要真的办到啊。他立了愿要来人间办大，可是他只叫功德德，没有很踏实的去做办大的工作，所以跟前写那个这件事有看过吗？如果没有，有机会要看一看哈，感触很深。不是只有上课而已，不是只有听课而已，不是只有参加十组而已，我们要亲自的去度化众生。啊，老前人啊，他也有讲啊，就是希望我们啊，每天要问问自己哈，对众生有什么帮助？好，还有玉莲仙子，看过吗？我们听过这个故事哈，他也是哈，他是发音广济公，他说我本来是来协助办道的，他们找一个很好的姻缘啊，投胎入七世的哈，修得很好，然后他就投胎在一个修道家庭的佛堂拜礼数，他说爸妈太疼我了哈，啊，我不知道修办，所以虽然拜礼数，但是小时候就穷到，500的这个劫不是我这次好好的修办，就不会这么快。所以奉劝各位亲戚，有孩子的举手，您有小孩的举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你有小孩，以后会有小孩的话，你要注意听，注意听。他就是爸妈太疼了，让他一直读书，没有去美国，就花在大风雪日子就发生车祸就死了。所以各位亲戚，我们的孩子。要来人间做什么？来读书，来孝顺我们，是吗？不是，他不是老母的孩子，他跟我们一样，都立了大愿来人间帮办的。所以，不管孩子会不会读书，会读书当然最好啊，会不会读书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要从小让在。他在道场学班，读经班、小天使班、国中班、高中班，你一定要让他参与。不要说他读书吧，不要说他要考试，不要说他要补习，你会后悔，知道吗？这些例子都在后雪身上印证。你向后雪跟讲话，后雪没有后悔啊，我很认真在当面讲啊。那后雪为什么要渡人啊？佛的叮咛，其实先佛不是只有对后雪的叮咛，应该对大家很多的叮咛，其实很多。老师说，其实并非众生难渡，而是诚心未至哈。啊，不怕事不成，只怕志不坚。不怕人难渡，不是我们诚未至。你对他真诚，没有真诚去挂待他，真心的去度化他，可能没有感动他。所以要渡人，就要做到他感动。也许也是因缘很好，一度就成功了，但是一定要真诚，你就度他就很容易哈。还有浩雪哈，你听过老先生说，他说浩姐来的时候，你会亲眼看到，要我们认真修道办道。他那时候年轻，我说我曾经18岁，那时候大概只有年轻，所以民国70年的时候，哎，你觉得不太可能哈，可是现在有没有？921的时候，我们家就地震的时候就很惨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不是亲眼看到哎，是亲身体验。所以因为这个体验，我知道财产不是我的，每天有补习会到进来帮我们班。那一次我终于觉醒，民国88年，我知道财产不是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财产是你的吗？有人说是，有人摇头，是不是？眼睛一闭是谁的？别人的。希望大家哈，大家都是老大亲。为了这一堂课后学有讲的比较重一点，请你在你在世的时候，多为自己付出，多为老天付出一点，绝对不要留下来。有人是这样亲眼看到的道亲，他又把财产都分好了，结果他因为空孩子。吵架，有一个没有分，他想他不会死，可是他活到49，你也不要猜49是谁哈，他留很多财产，孩子修够，你要留那么多，那么吵架啦，而且写你一定你的钱好好的运用，好好的运用，好好的救助众生，学老天爷前人这样，学很多前辈前人身上，好不好？
啊，后续为什么发现？我知道道很好，我也发现要吃素，发现要休息，可是粮库没。他心里翻的时候，或许是从后面坐坐坐坐坐到最前面，因为是全勤，会变成副班长。可是我不敢讲，有一天，五佛慈悲，他就在玉龙。我们看到五佛是很温柔的，结果那天看到五佛是怒目金刚，他说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还在这里？你最亲的人渡了没？结束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”后旋当下像当头棒喝，其实不是只有当头棒，刚才听你公公平，为什么听你公公平？就这个，我记到现在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古佛说的话，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后旋就决心要渡人，所以我第一个渡我们一个学姐叫陈信珍，这个你都不认识哈。台中家长好像今天是明宝师，是不是？不讲了，这样子。陈信，第一个是渡我的奶奶，我就回去渡奶奶。奶奶从小就照顾我。渡奶奶的时候，奶奶说不行，你哪辈子了没？我该是当医啊，他从十几岁就当医，那他那时候不了解，他现在89岁。然后他说，你生了爸妈也会骂啊，因为他们是很虔诚的观看。我说阿妈，你想骗我？2个小时，阿妈，听不懂哦。看看我去看，我去看嘛。你告诉我，我阿妈你卖空，卖空，你不在啦，爸爸你赶快过来。他就讲了2个小时，终于去西罗的西佛堂求道。哎呀，感恩。如果阿妈今天没有求道，她98岁的时候归空了，就跟大圣人同名。所以可以借鉴，或许就发心，只要看到人就渡他。所以后学的眼中。或许认识的人，就是没有求到，叫他求到；没有参加班，叫他参加班；没有晚会，叫他晚会，都是这样子而已。我每天努力的变成你，你还不会，我懒得说，也不好意思说。所以那小姐，那个人一身上，你如果推销道场，从来问尊我啊，给我就把了。他为了会谈酒店，我这老就会讲。可是如果你叫我推销什么东西，那就你要说，除非你要跟我要。跟我买的，我自己不会讲嘛，这个东西我不会。那常常人家跟我说：“你爱你行就是你行李嘛。”我懂哈，我在珠宝公司上班。你讲阿七爸哈，起码几千我这，我妈不在呢，我哪里？我讲哈，他推销是三宝的，你都代表这三宝。那姐姐，我是开开玩笑哈，然后其实只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一下，这不是我发明的。唐老先生也提到以前哈，说老祖师是珠宝公司总经理哈，所以我就这样跟他介绍。我现在还跟那个杨，去美国那个杨医师哈，杨代华，好像是一个小宝宝，我跟他有聊，刚才跟珠宝公司的一个推销员，而且前面肯定变好大了嘛，在参加这个珠宝公司。还有我们大面一遍啊，这是白水胜利哈。所慈悲的就是他的捷讯，大家念一遍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。大家请大家念一遍。又一年，我们要把握每一天，快乐同快乐。我们想到很多。是说利益大悦，是哪里好话幸福？你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济世度人。好，各位姐姐，我先说了哈。有人，他不想渡人，他就会说：“老师说不能办折手，我要折手啊！96年，我子怎么办啊？”法清也说了，这是在90，好像是96年的同一公益的讯号。那这篇讯文啊，后续是从他的简讯拿出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有
崇德家书。那我们讲呢，我想说，哎呦，有钱人的崇德家书，那我们老钱人呢？后续就找到找到就找到这一篇，挂在进门的左边，然后钱人崇德家书是右边，然后可以从这个当中告诉人家，最重要就是我们就是在济世救人。我们要对社会有贡献，对众生有利，这就是我们的道。如果人家来参观我们的佛堂的时候，就他就可以供奉干单哈，这一篇或许是这样找出来的。所以跟简简老先生我们过去一年啊，度了多少人，要自己考察考察，好不好？那一篇训文很重要，有机会一定要看。如果你找不到，跟后学要都来送哈。好。这也是我的电影，大家看一下，有的应该看过哦。这个是，梅兰海啸之前的哈盘古班，那观世音君来借教，因为结束要来，所以拿来慈悲，所以大家有的简简可能看过哈，那没关系，温故知新一下。知道有没有了解？可能没了解。出来就算了。好，等一下再看，麻烦一下哈。后续往下讲哈。为什么要渡人哈？就是说，我们要慈悲心哈。